对，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到一个，这是一个臭豆腐的餐车，然后它前阵子爆红，只要你来排队的话，大概就要排，蛮长的一个队伍，大概要排前面二三十个人，然后十几个人最少。然后今天看好来人比较少了，稍微小排一下，我要来吃吃看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上次介绍的小渔夫旁边的小渔夫渔货的旁边，它的一个小餐车。然后算是蛮有名的，如果是住在这附近的人，大家都知道了。那我只是说可能没有拍，我来带大家看一下。我买一份拍一下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它就是一个车子，然后他们有卖臭豆腐啊，之前是50块，然后炸过3块，它现在都涨了10块了这样子。不过还是依旧会蛮多人在拍的。然后人家都说很好吃哦，我是还没吃过啊。然后我姐姐吃的是说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然后我们就吃吃看，拍拍看。现在人不多。等好久啊！加油喽，拜拜！好啊，现在他刚买来，赶快吃吃看。好。然后呢，这个店呢，哈，这个里面你是买这个萝卜糕，因为它就是一套的，我就想说，都一套，因为人家说都要各买一份。对，然后还有它的豆腐，然后我们刚刚发现它炸的时候豆腐特别白，应该是用很新的油去炸的。然后它的泡菜超多，好，因为我不能吃太多，吃一个看看。嗯，很脆。很脆吗？嗯，一个就好，其他给你。
难怪有它的蛋，它外皮很脆，然后它的酱汁那个味道，那酱汁是好吃的嘛？吃一下泡菜看看，泡菜给很多，真的很多，我刚好拍下来，酸度也蛮够的，它是酸度比较够的。那我再吃一个炸桂看看，嗯。老板刚说他的桂其实是已经有调味的，嗯，所以我吃一个没有沾酱试试。他表皮炸的很，也是很酥脆，然后咬起来很像阿珍那个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那种焦化的感觉，然后焦香，你咬下去，然后就那个焦香那种米香就跑出来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外表算炸的蛮透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你会感觉到它的油不是用，就是，哎，那种过滤没有油耗味，回锅油，对对对，所以它是好好的油，比较新的油去炸，所以吃起来你觉得哎还蛮舒服的，蛮好吃的。所以排队我觉得是上面有一包酱，很香哎，有啦，还有给一包酱，那个大桂的米香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刚纯粹吃吧，就可以吃得到比较多的米香。那现在沾酱试一下。就是又不一样的感觉了。你比较喜欢？我比较喜欢沾酱，酱香味比较足。酱香味，然后加它表皮的脆香，米香也还是存在，它并不会因为沾了酱就把米香盖掉。嗯嗯，总结来说应该还不错。嗯，我会喜欢他们家的炸桂大鱼。嗯，那个臭豆腐。对，其实臭豆腐是很好吃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吃过。我自己心目中有第一名的臭豆腐，然后有几个也很喜欢的臭豆腐，所以它的臭豆腐在这一种臭豆腐来说算是很好吃的。因为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啊不太一样，它这个算是就是也是炸的比较里面了，所以它整个的口感来说是比较脆，那软的部分就没有那么多。嗯，我有是很推荐可以来排队看看。总结来说就是说。排队真的要排比较久，说它其实是它的制程比较长，它很仔细的来做，而且老板呢，他非常的清洁，就是他只要一用完一东西，他就要擦一次，用完一次他就擦一次，所以整洁是非常好的。如果你从等一下我的影片看，就会看到。所以总结来说，我是还蛮推荐的，然后大家有空可以去试试看喽。OK， 拜拜。然后最后呢，秀太才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它既然放了更久之后呢，变得更好吃了。因为原本它的豆腐非常的脆，但是因为泡过了酱汁之后呢，软跟脆融合在一起，反而变得更好吃了。那接下来就交给大家自己去比较看看咯。